了解手机真实价，不做商家代言者。大家好，我是婉婉，一个在华强北开公司做20的零零后女孩。想了解二手行情啊，那就多关注我吧。十三系列整体没什么变动，十三 mini 依旧保持缺货，十三 pro 多了一个大内存 ETB。目前市场拿货行情在5450，十三 PM 整体小跌20左右。目前市场128G拿货行情在4700，小跌50左右。256G的行情不变，512G小跌50。目前市场拿货行情是在5600。老款系列 S13，目前市场64G的拿货行情是在1250。估计市场又开始缺货了。十三 mini 这次内存比较少，不过价格就没什么太大性价比了，1650。反观12640G1900的价格并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，估计是最近市场非常缺货的原因。十三128G竟然上涨了50左右，目前市场拿货行情呢是在3080。十四 plus 相比前两天行情也是跌了30左右，目前128G拿货行情在3180。256G的最近市场呢也是开始有货了，拿货行情在4050左右。十四 pro 保持横盘，复制前两天的行情不变。十四 pm 128G 保持横盘，256G的小跌30左右，目前市场拿货行情在5500左右。以上行情代表当时行情，市场价格有波动，看到低价快下手。